学弟妹热情欢呼，林育廷母校英歌工商自制祝贺横幅及花束，要迎接林育廷光荣回校。不过怎么迟迟不见主角人影？他眼睛不太舒服啊，就先行回家休息掉。就是有时差，然后加上有没有长途的一个时间搭飞机的。林育廷也在线动上表示，今天身体微恙，未来有公开活动再好好跟大家拍照。不过即便身体不适，林育廷人新记者妈妈。他知道我喜欢亮色的啦。比赛之余，林育廷特别从巴黎买了妈妈最爱的亮色娃娃，而一下飞机，两人紧紧相拥。每个人就内心啊，因为这阵子真的是，对，也谢谢他安慰我。即便饱受外界对性别争议的攻击，林育廷仍贴心的要旁人不要担心，而林妈妈更献唱了詹雅雯的人生公路，如同女儿的辛苦之路。人生的公路直直行，真坎坷路你倒一段。好在雨过天晴，成功夺金。在林育廷高中时期的拳击队教练一整晚没睡，为了去机场见林育廷一面。又激动，然后又兴奋，然后又开心，也放下了心中的一颗石头。对，就是我们做到了。林育廷夺牌，光荣归国，母校师生共襄盛举，感动台湾女儿，做到了。三立新闻高冠群、张书海 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